北京相声大会呢，自从创立到现在，这么长时间呢，我可以说我们创造了好多自己的特色东西。比如说，您看，我们北京相声大会啊，可以算是咱们相声回归剧场最早的一个。那么到今年年底吧，大概也有十年了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相声段子演出的是最多的啊，到现在好像也得有600多段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别的地儿没有的曲种，比如说啊，莲花烙啊，石不弦啊，竹板书啊，太平歌词等等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请您欣赏一段太平歌词《白蛇传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欢迎，我再来一段啊！我怎么不记得刚才演了呢？人来的不少，满坑满谷，我很欣慰啊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，咱们的传统艺术不会灭亡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在这个剧场演出是整整一周年。这一年里呢，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观众朋友们实在是太捧了。今天早上最早有10点多就来占座的，啊，有不到10点的，有多没走的，啊，但是咱们剧场小，没有办法，很多朋友都站着听，实在是抱歉。慢慢来吧，过段时间把这台缩小点儿，把台拆了改席梦思店了，大伙儿都坐着多了。不管怎么说呢，得谢谢大家啊。太平歌词这种形式呢，可以说既古老又年轻。说它古老呢，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，都知道说相声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这个唱就是唱太平歌词。有人说了，我听你们的相声演员跟台上说了，我们这个唱啊是唱个歌，唱个戏，唱个大鼓，那是胡说，那是学唱。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。解放前来说，一个相声演员不会太平歌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，在后台你的收入会因为这个减少。因为什么呢？四门功课你少一门，你不会唱。但是后来呢，都进了专业团了，都有了工资了呢，把一批演员算是解放了，也不用再学这个。他不好唱，为什么不好唱呢？一上句一下句来回叨叨，按说好唱，但是没有什么乐队啊，也没有什么伴舞的，全凭一人一张嘴，两块板儿跟这儿敲，击节而歌，不会唱，唱不好听不行。现如今呢，很多演员也不爱学，专业唱这个也不多，也就我们后台，在全中国范围内还有2位硕果仅存、21岁高龄的2位艺术家啊，岳云鹏、李云杰，还他们俩唱，剩下是真没人唱。我呢也唱不好啊，因为什么呢？过去前辈们太多，高人也多，但是作为功课不能不学。今天唱一段《白蛇传》。这是一个民间的故事，大伙儿都知道，四大名著嘛，是吧？三国、水浒、白蛇传、郭德纲相声选啊。这是当初我们老前辈很多高人们唱这段唱得很好啊，学生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太平歌词《白蛇传》。不错吧？这板儿不错吧？青
青牙上荷花映满了池塘，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，我表得是峨眉山伯蛇下界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，怒冲冲开法海临了凡界，在这金山刺对把这方丈当，这一天许汉文烧香还愿，老法海拦去路有雨开枪，我算定你的妻钻了个怪忙，缠绕你接连里到许真阳，有许仙闻此言魂飞魄散，留在了文殊院未转千堂，青波蛇一路就找到了寺院，那手指山门马火伤放出来，而复还得罢了，若不然清风剑下秃头命亡，众僧人急忙忙把这山门关上，那抱头鼠窜往内藏，小青儿居来了这个虾兵蟹将，众水族显神通水淹佛堂，老法海坐在莲台下去念咒，那水也涨庙也涨满不了山墙，钱塘县的众黎民遭了涂炭，数十万生灵在水内亡，半悬空又来了天兵天将，那金吒木吒哪吒太子托塔的天狼，四指公曹二十八宿，那门呀上路将关口的杨二郎，李天王一路就记下了宝塔，眼森森要把这博蛇来伤，亏星爷发恻隐放他逃走，只因他腹内还有状元郎，老法海换过许仙开眼道，我赐你佛钵取个药香，许汉文接过了佛钵心长应，你又回头来搞我的天堂，在这一路上点点飘散桃心雨，潇潇不断柳风扬，顾不得连理枝狂风吹散，顾不上比鸟滚下伤亡，玉碎诸臣人何在，爱这镜花水月两分章，穿大街过小巷来得多么快，起珠帘走进来这夫妻郎，伯娘子见活伯得得得得长啊，战兢兢玉体粉脸的娇黄，尊丈夫刚参手把奴龙让，止不住秋波儿泪洒他胸膛，曾记得游湖街散播般恩爱，曾记得那红罗帐下会鸳鸯，那五月十五端阳日大不该夫妻对坐饮雄黄，三杯酒下咽喉醉倒在敲金帐，哎，见鸳星吓得儿不闻命见阎王，奴为你常受伤到我了欢娘草，参与那受伤的神仙我大战了一场，多亏了寿星爷发了恻隐赠了那保命丹，我是转回了家乡，我进门来呀有金丹，那个小丫鬟把这金丹灌下大救儿妇你转还阳，我只说了到金山你是烧钱还愿，有谁知废材横活落在身旁，到如今你手托佛钵回家转，口口声声要不要香，看起来红颜薄命真命苦，空叫我眼泪流干存到了干。
当场，奴好比月当空，为了无缘者上，奴好比瓦上霜，管难见日光，奴好比针断线那昏天无路，奴好比人家烈女见了王阳，我这看起来人生苦短无有救，不由得两泪流干散了胸膛，忙把娇儿怀中抱，为娘我有句话细听端详，三十口为娘断肠的路，从今往后离了亲娘，满愿休把这娘满愿，满愿你不丧了天良，回头来忙把这亲儿叫，你与我抚养小儿郎，忙把娇儿避过去的刷啦啦，佛波法了好光，我娘子压得了这雷峰塔，终朝每日受凄凉，好可叹十八年栽树才，马鞍许梦娇中状元，雷峰塔下见了亲娘，我一言唱不尽这佛